感谢傅成龙先生，感谢胡金玲女士啊，来光临我们今天的有话好好说。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是杂技，当然了，一期节目不足以把整个中国杂技从头到尾的描述一下。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了解杂技，喜欢杂技，弘扬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。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表演，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。今天的有话好好说就到这儿了，下周是同一时间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更多情况敬请关注新浪微博“梁氏有话好好说”。谢谢所有的朋友们。I've got the move, I've got it, I've got it.